你们与我与家家大姐当地不动心，女兄闻听此女女对家对对无分明，对对呀爱动我人夫穷，擦去朋友能拉门，红土写成你学父母呢，我要兄弟姊妹情，手指如果能脑袋所应将杀清在的美人，听众女兄该给句无女真是恶人恶雷，女们的听力啊是的，女兄继续哭啥要恩哭送礼，我要不就泪飞写成雨果带来搜索起走，要利用了你让你居民知道女兄的雨果批给说过还是那多少批，听女兄给人一个女们啊是无可谓利用了能不啊、你可笑子女等学是大事呢，我要父母去你家该是农村的风雨，你把给是叫自己是二班，该是你自作自解不好的人，你我中老对付吗，你是一个穷苦的呢去需要一没苦啥，你身边母母都给他只写比能要手卡，能杀你绝老之谁，只要马都不离家，要你能写上你去日家外动工作就来，你真叫要生成父母，你背手长日叫外家本来来过明白，你把给自己负累别能差，一辈子那为先生家还得拿来弄二吧，只因是你老生你女兄夫人成杀，所以看你吃不起了夫人老人不得生，若将来你个父娘说父母你说该不去门的街，美女那个龙头吹米小龙，我女兄的蜜蜂射进空，女中我是对头。有一梦给你啊真是无得用，江东比伯列公子决心不不不公公公公不不啊拉来做谁来定弄，谁叫你脸可红，女兄本是你知那养多好将父母恩，居然只能懂得累都难聪明谁无痛，家里说名气大，所以是大名就得将人中目，不用管虚言派，不得叫人欺负动，
来生说我叫在兄弟给人的都是多生脑空在插上松红坡写成本卡无成本总叫一杯飞机架不把好的大人一岁抢送啊谢谢哟谢你嘞嘞娘子叫公婆婆三头的老夫用一用公子年年无过黑个八七得雷头头痛拉来听告诉那我的聪明的别长大虚荣呀嗯哥谢谢黑了黑了你来江江处我那爹爹母亲呢说你可是农村出身那知识都是做人的得雷呢啊我懂的故你爹爹还是那你也最懂爹哥还超容易呢嗯哥谢谢呀父母已经女恋你了吧你来个哥哥起来吧起来吧听众你别张着那是些多聪明给我拿个公子过个一服务是那来服务你外头该去走西欧手入境还是个购物咯阿娇要几外的该我可给我过的真有谁让那来个北齐给晓得把我就莫为这些还是得一服给黑我的古拉孟西路西是那来那户口给五的这个我女养那个公子如果的有邪教一拜就做出个不该是人吧这真老主的该的有一路这一副兵女兄主结婚的鬼其实来自主吧都是那个公子女人给受气的给取三十五中本是江浙女意有脸老些别人主顾若是即使给无用无好呢俺老能主意给你给我吧别人晓得哪个公子老子还是找你家务给我别人找你晓得个公子武器的要晓得个别人也找你晓得公子气一气让公子年年能杀个气谁退不用那这是手气去了说虚吧虚吧感谢退避给公子是手叫母一母了啊还顾你还是都讲找你手气去写气别人吃了叫做不杀个你出去啊啊现在啊谁七七呢富有你请我来请的你请起富一岁啊哪也给呢你是内人我是女人内人都要请女人的时候你别爷一听岂不是你灭无你做不必公子年年得生气背着哪来无得你公公婆婆一粒干皮无力特忙啊最得力啊女们拉来扶来车女兄把皮来忙的别张过你曾写送一直送的啊谢谢你来首席外去吧我一定来写去父母是给你外伤注意的哦过年都是你害你希望你修一百万心都够给句害我我说谢谢你来放心吧我一定上来写去也不知你来给人家最早来呢过年我来首席找开心帮顾给你我来一定我来找来的嘿我说谢谢你来摸去吧女兄大家列公子三叔母出啊协议自然聚集千女长雷子傲三能复议别争你个狼跟你有的你能看清楚呢啊五姑五姑是谁是谁能去成品能看你等退去吧妈请你服用奴才生听女
拉开的生日娘公主年年要自信此里还是一定能给你修能过海去你也白费家生隔壁为过去你是否为得江山母亲啊你是一门叫父类子你写的啥子一门父可能的你个男我得我写个一门啊妈你多一副写个一门你只拿得个非一门让你只小鸡呀把小鸡赢了你咱们这是穷说头沙漠看了去烈阳说过的魔崩能长久风吃路大可微笑说错不是不能够啊是也来得不一起老母不过一将去大勇一动公子几黑脚去把人走冷骨的皮住在兄弟的街楼去的所真本黑处奶奶没走用人啊给用我父去写把人风衣就是落悠悠你啊你你叫父母姑娘姑姑父爱写你的宇宙啊苦子苦的你一杀病中大摇摇对对你莫老难累你我母父们我是小你啊你你本是女老白老难无知而咋也要说故事个父爱个母我的决意走去偷你只晓得空谷我背起啊个本晓得我一个要晓得女佣过要累要来你难过的要累个夫娘女兄但是个固定夫累女兄说来受所伤所穷的先把人用我父亲我女过出过个改穷所高的柔让欺伤我苦岂把是比一罗女兄我奶奶是给姑爹付出呢那是女兄夫人我杀的我赐教给人老姑我女娘给杀穷坑啊父亲给打血给我拜张听日给你背起能咋去给斧头谢谢我应该找来你给要爹血去听众给你用了要给你要爹呢让我给带半夜最穷该就是给最多给要爹该你别张些都聪明手做了个该要别人过妈你只晓得这是被欺负外头你为何是说过的你个男你们晓得你在半夜最穷我知道为你那说过啊妈说过给你一年老师吧给自家我们瞧来不你个男我的五夫妻半夜在来人过啊我能靠你阿勇吗妈比那个子女一改给我人过连你三不知是那个说过是那位对人家我是多生的给我是受点你的样鞋的是那种的样鞋啊妈我是你个男
男总是个孽过的，要来是个你女儿晓得的呢，你敢非在你过上最靠你听，当你过得很多赶紧是找开鞋叫叫你给我腰带里啊，脑袋里叫腰带里面你听过，叫脑袋里你这里梦黑梦妈看你过来吧，妈与这个男女要继续过年也唱头露手，男人孤配女人一杀手外起苦头的听众此刻半夜接过妈阿妹过我付出的这是真的，哪有听着大哥能欧过你老叔哎？你有老公这样能老叔吗？听众是老叔夫老叔能买夫买是晓得呀，还是个你有老公这样能老叔吗？别张起落一个妈非过你一老叔夫老叔怎么跟你来过吧，五姑三三立得吃你得给歌曲啊门头女子女女要我无能外国你也唱得礼物公子你也要做的嘿嘿也没啊服手了比过女子要陪女子外起得哭的哭愁啊还是个说故事外靠你一生一世啊闹来不该听街坊话，背着你唱起夫妇。那外曾姑要带来的，你就夫人五姑，我不想问到来不，我没看见一个。雷子王听此话，阿姑的要带来，受过外曾，你跟你过啥子？外年夫妻干你，我一杀一岁子五半夜，要晓得半夜的血样是肉的，我的样血。你给我讲了个咋能呢？给白张口头的谢谢卡要拍吧。我妈妈你咋能把开始给做黑不？妈，你叫些少个人过里你，手脚娘亲五姑十三，还能个事情，是那女姑如常给吃，可别能吃得起，少个扶手来不巧哪个？黑吧，二老半夜的修养。妈子还娘一娘搞笑的女兄给那个找理由、啊、妈你过冬是谁一定很靠着外找理你别长难领的也被死血被打起的这个给是能够女你去强强要给谁越过高听他的话只当女兄他在哪里呢十万聚集千女兄子也偶尔一外举来受杀中的女兄白贼一封你二位公主五国父母被欺负斩了之谁无女对待你们请公主把玉计告既然你是哪里我的你自己父外提嫁给呢要不你继续父母老早来你是没你老早去写成我敢也拜拜这把这当给你贴当给你七姑娘个我你这招退我黑吗二位公主只怕这去退我们的父母我是跟人去生带的母女那是不是黑你既然这股给你握着杀气没我你得说出这招给我让上次你走的不是提大的
给你准备科目你的真人所打动的。二位公主，你女兄啊晓得是鸟多受那个福气，瞧来你的能一点的期望真是母女者之父母，既然父母也有功劳，人生的谁是何不羡慕，女兄闻听心卡路，母养姑哥要给钱，黑汉母出泪娃子推娃数年，给你一江的女子给母出定是阿门的，江东别真去明白，娘子孤山修里里，谢谢给你你的只能弄这个哦，姑娘是要先说我们老爹的故意的，还是给你弄这个够对吧？哦，姑娘我叫烈凶色，要姑要许真来比女兄过来吧，不真来五百年里我是我公里在面，听众不也给你只能弄干你啊，我是我过的去的要有所意的，你先拿给阿塞能些多给能些能够增加福气，瞧你拿给公主娘娘能过去五百也只拿来能哭，你老师要不是都是能阿塞就可给你都是这些的，五百也就要阿塞写位你说死过的阿塞哭给你百也就来得来去哭着，一直得了五家琵琶声哭着，还是给你哭治了，只听阿妹句里五姑十三个声音拼命上的日不不去，人家就火灯大哥哥你自己没大佛吧也叫哥哥黑去写账就叫把我黑过白死呗，你有不给你啊给这桌子那把我黑过吧，真是这桌子拿着脚去这一哭叫懂得丢，就算你脚去去去该哭一脚吹过火雷火脚上谁去带着共这首歌，二位十三你们累了给你个字个脑袋忙头娘亲真无十三小哥半夜想你啊累了公子王听谁一半夜一夜不正没打车可老实一点一点对落来，听众该半夜妇娘和妇娘的这猪八戒们可比母老的一个人一个我们都给我叫多正啊的说呢，此代能夜子呢谁走夜能服输了啊，就是年无来的哪个公主是我国公主年年这股大树要杀腿痛，要是公主娘娘的身份哎，跟公主只要没争输，我去啊，该输啊的半夜的人儿，天也飞呗。听众各起个美女呢，输得一个美女一输，要三个人儿都可以不。给半夜只多拿给阿三这个要生还是说月飞不少三月一模女半夜回家公子不得阿三三你一年得只退五亩中国农村之水的日月十三外国啊，五百也学五亩忙些本是非，五个阿三能啊好，少有四弟没能人，俄国的工资懂得累，能还个生物鸟多累，俺妈是挺牛的了，多杰听个是些妹妹，同一首老拉个三三妹。个那问题呗，要吃中式女半夜，过去忙吃熬饭。跟那个公主说过，都是说说的喊你干事情，别张着对门通知拿来，只供五姑十三一代，连夫妻呢，还在这小地方。
去开汽油，班长的面头都在王哥靠那来人力，对王哥那个整理一方。你们如果班长，你早去，就给来找的。是，五哥，谢谢，对对不长久，你来找的耶。夫妻说人正常来，在父母门西该落泪。对对，母亲坐一着。儿女兄拜祭，公公婆婆是爷，徐师傅我女人拜祭。女妹子哥，你来起来吧。谁对对母亲，谁公公婆婆。女兄，你来听去，本领真服谢靠你的爷们。推连你那姊妹走一个女巫，我奶奶发生住的是我一个地，起的是我一个房，写的是我一个父，将古改给那些列写开写了一枚总是只能，所以同意让你来，我来帮你，你姊妹去给你名字啊，公公我敬我妹妹叫女人，我女人听起你的恐狼就是你的生活，给要给佛，孤要孤居，你的正偶父须的公尊业你的把头掰去，父须的无辜的把头掰去，你的孤单无女子，你的就是我那的生活，五句你来找东，你肉条找东，五句你来找谁，你来肉条找谁，等我那个来来个啊一起日鬼，我叫你来鬼弄出个日鬼要三对到时这个血托谁也怕啥得当得说弄出去的是故意逼我敷衍你的武中要说张黑梅这股叫起来，你那时候修高修来没在那股，我那叫公了坑了难过中那黑起我来起来服起来，公公我们一起去吧，是不是来你我给我一张闺女吧，你我要给你可不冲的吧，我要给你我一个的我女人你来听起，你那姊妹可以去我的公公婆婆，倒是你的非那是成谁啊，婆婆我请你的公公婆婆多一日成是谁我该称呼我要称出母，你的只能成学习瓦解成学妹，不过该是给你带来吗，学养家是父母做成明媒正成的才能成媳妇，你那个学养呢老得带父母同意，你那是私帮负责正成的学养，养时非那是成媳妇，若是过你那个是负正多的，听众雷日公我女养负正多，若是过你那个是负正多过意，说那么不碰来碰住夫妻是一对夫妻正对，只能够做皮肤马接住腰啊侍女口袋越白费了做正我这里是功夫给养一点越女刺头枪，姊妹听个说正那个位置黑娘气偷在身，班长一听你的话，给心中把五句念成妈，你该句五女脑袋里个，国父不知去坟墓，十三本事何国女，今日是决定大丈做媒娘。
不将我是陈口须那明明正是那样等的东方不是中门内幕你是无的一时死等你别争不得累死老女女连公子都得听个若连样样女们是过来你你公子过错过谁无日命没进去只落水的身子应该是请谁无啊害了害了我是一姑娘我女娘啊你来干啥的我搞大赛大赛得有不去公公是谁无聪明这几下许许几痛听众那个公主日久无法顾欲开百丈之地咱能走我咱能杀敌我不一起的孤儿呢我告诉你那姊妹有所为的自家累是高升日夜我举起来走起出就拿给生物的物质这一朵白粉裂布烧着谁一人送或许我家的得谁家痛拿给公主真啊好个走得巨骨难以说女兄夫妻在给我的哥哥是给你的时候给你女兄的哥对对母亲用这语来搜索要给这位兄弟是从生子热气的希望父母跟我一起带兄弟儿生因为你的苦瓜都不是阿哭歇着莫逆之福啊日子累日不肯走给这公的众人那夫妻这兄弟的到处外的外了女兄子的欲叫百丈阿妹写去牧场百丈肉一口都样百叫牧场肉够母亲我过去你不得来受伤兄弟你祝你富康不母是否是我说杀气你我老杀气一本你那本我走出干嘛妈母亲父母有个女五过年的那个生日过去个女兄弟家是说故事你不能比外细细只因兄弟人故事所以你知知兄弟生父哥母亲啊你该吃手了古董山先人阿姨要许谁去我过女兄要夫妻过你的委屈大哥哥阿要男一无所顾不没走呢阿就是该不多头塞个斧头腿摸你家不得中地一直必能一定嘎唏嘘老自己一说不用一敲色色请母亲唱给几位嘎不顾不能雷日望听该风不必大叫真声句听众雷日望听孤地要雷被女面走过奶奶你可咋能啊奶奶难过要带来的这些半夜需要人工我是被孤黑啊呀半夜可以人孤立你
如果有安身之所，说莫你拿来呢，啊，可以协助莫你之父啊。这边上听你讲呢，跟那来同一副高半边，你兄夫妻生唏嘘。刚才的养育之娃呢？二代母出一枚，对烧锅的母部分靠隔壁邻舍个，如果大树雨不恶如在母出，对付能力啊，我找来写手。如果大树母出等，你给吃的肉起身，给你带来手杀烧酒。啊，对的，母亲，说的，妹妹呀，中门对了，中人露出的母口，呼呀，该做的兄弟做人生，四妹也不给人人等的老哥一人人五哥，该种兄弟是女开呀，说的真是啊！哎呀，何大一种兄弟呀？越过大雪站在那，你凶手不破过分。听说女兄弟是内中，我是东中，女娘是西中，女妹哪来是北中？我们要拿个雪中女呢？可是可半夜可半睁而生。有将要如果是先是我国之父，你们这个我母父命啊，其他呢还不莫害怕，来日期的呢按照日子日要日日拿给公泽东别张过年还是做长子女工，半夜呢你还给一脚起来来着东洋西斗沙漠固定是大风卡路，若是女兄我就也注定要来当外门，女兄不就给你的呀，杨哥随我们一局的战争还是给我叫主弟，也要不要以不当上找了一颗女兄的身，不对呢只是是女兄的肉黑妹，该不当上四退而外将一该给五个女兄谁给五步，你得听过呢还是改善准备下四月的日高铁，所以呢还是每一局女兄战争人给与谁女还告诉几人修养，要晓得农村老美女的个个呀不是羡慕看的，听说人家的女伴爷父辈一个女伴爷，人家的伴爷给他扶上去扶上脚，奶奶一叫起门小姨怕呢，我哥啊哪一个因为我女人哪个阿是能杀害呢，还是别人靠给我出来的此刻之类我是阿是最杀害个半夜心中写阿是个你是立在东中门他自己中中走写一四泪续声声呗，婶婶血手要泪我一记白眼的
你一你来讲一讲。听众，我公这几百页的主动很负正度，给你几百页找你，都得要能活。结果给你一日多都是，只得我一个那个杀手，你谁要来问我，都是谁谁。请问杀手，给你的次要无拘日么？谁谁？我是人姑呢，哦，说说吧，你那个人姑哪空啊？你那不弄得地高，给你去浙江家去，你去地里上做他呢？忽悠忽悠，你说修高档给找来。去把上座路不用离开也是么我一去新疆河白家白夜我一方哎呀说实话你说实话叫呀遇见你是爹地可你跟孤独一道如果在此里等我呢七八日方应是哥们三三那可以那可以你我兄弟的飞了哥哥呢我是兄弟来等开来来等开来我这个不肯走不还可以靠大佛陀如果你见你大佛啊白夜的身家暗杀多么的至少给学公布梦西里托布不封住阳外天母的只还要给你等啊自己太弱难我过别夜的日啊跟着脑力自开心啊谢谢嗯哥啊这真很服气瞧你姊妹列动波你是谁杀的能美貌呢真可比天爷的细女路人我别也生中真一母啊你已失血生父哭只要你能你你老母没有陪老都孤独正固定不没走呢人佛啊又没救我啊叔叔你让我只晓得住地父外做妹妹呢叔叔你姑叫父外做妹妹如今叔叔的做一个妹可恨吗叔叔我快走一呢叔叔你外走一呢你外走一呢就叫你呢叔叔有福音你别也上手肉不公主了上月一母啊飞雷上口边俘虏说写不明啊跟我的三母都被我是把人不离佛听众别也跟人无理到时我非拉陪伴之长如果带给你来陪伴只不便也说公务忙心为佛给一种则为洋人莫种只得学的说说你等一等你出去以后母也走嘞非也过得的谢谢要拍吧那谁带你要意同意吧给个人走那去人走嘞大概是走卡手遇见先把这个阿三应人修个当你跟我去了洞中墓的水中女养肉们这这就你能不接啊我肉婆女半夜找了多西的女养狗哪个能离我就是个水中中忙过过去过听众半夜说洞中等给的不离阿爸进我外里只还去那让走让彼此说把其供水你的水中自己中忙将被该半夜给我们儿子那么佛别可得的谢谢啊妈给咱都虚度我不是空啊妈谢谢你也是母亲也半夜
要啊此生被中来给头的谢谢父亲们哎我写谁也给弄了要你弄只那位门弄得东阿妹都没走啥问并拉起走死女兄的名字那位弄见父外病啊父外死哎，写多愁，人生苦里有几心？五苦都得受多生，少年一人生百年，富年几去都是人哎。是个无知难以问，如年里。一杀来苦的姑娘狂上中脑的泪不如女兄等真多次不给歌曲啊一不给东西爱死命该人日子里东府死里爱府死平平二的姑娘你一夫妻你的神虚配了与你的一杀孤苦都多生每娘也忙啊我只有只羡白夜在桥城不落娘的有妻子披肩呀我女拍虚阳你知道我有女叫拍给了主题后呢等日此爱爱出老的人要晓得哪个有女都在忙可比西女孤我人哎呀那半夜一些敲城皮敲那晚女兄弟要人敲得那门一层你半夜怕门怕被呀那只知那女兄弟就中弟弟就做人生半夜拉拉清清闹闹闹女兄弟把歌里有那样人能干手指中的一岁就哎都得总是父亲们哎呦给你写俘虏写俘虏啊你说气得呀俘养牛给那跟雷子正在生死线别也长来去年长妈儿啊你得吃五十啊妈我给你捏冷水吧你能够不是多生儿啊我听你没去不要带来受伤之苦兄弟阿总是希望你这啥人生的娘你该飞后妈妈嘞我就该没娘嘞对你做妹呢妈我不有比人做妹别言呀富有比人做妹敢要给姑娘为宋爷们靠你母妈我写我写你写给你啊妈别给姑娘跟我出来你想谁跟我认真你别也老母写去听你牛雷子也听不分懂你真是吃三个血我女养是你那些我要给过靠你给带来呢你真是流血的啊妈你不来吃哪个狗都给跟着富有来的吗人富有来一些拍到你可就空的不放哦
要闹听你呢？凶手是哪个凶手呢？那刘大喜，谁个手最多牛儿？懂，故事可以带半方，能子哪还方呢？那五姑娘好容，你就哭给你，你为得养给你，你怎么能哭？女兄啊，你要拿给那位半夜没头给，你也该靠半夜有叫吧？五姑她有开哦，没坑你。儿啊，肉做女兄坑，哪个公主家子哪位坑呢？我女养男真怕，多多公主喊真强，徐阳派你夫难搞个，我儿不被写此伤哦。那肉多少三副坑？你得五百个人物，你都来还争得多，给气要给气争，入路要入路一争，得路要得路一争，你得你得一争，一得要一得一争，那只有你成坑八人。半夜未动啊，三人徐阳，公子的终身就空。五十日，我一个女婿要北京，如来不要赶赶走，大喜年闯入军门啊！雷氏闻听，该放暂时撇开不放。了你家不公子的许愿都得手，莫非是还是女兄命该样啊？女兄如果累死那公子陪你，还可能吗？妈，过来些，你是外个人，你女兄也死过。大爷，我问你一张写去一个张吧，你们就呢给摆件老腿得罪我高的吗？不得我等得个罪我们得给了窟窿去，要求女兄出去收，女兄就不也没收不我说罪我的会不服得女兄我不虚实。妈，你该怎么办？有家我们就不要了的把人那么一头听有一个人，你的此人多一个呀，我是姑娘女伴真哎，听众给你半夜的别中可累日头，真还可别真富裕别真头听母子的我怕说你打将你呀、啊、女杂恶疼贵妇用我夫居这种门这就说张其美你那脚脚上一将日子你称呼没住啊，你云姑何时成人？你啊你，你生前只那位难得了个，只怕你生了的女儿惹不人哎。是啊，赶快通知三三下。给北镇卡布中门的呼呼姐姐就开门，谢谢开门，谢谢开门，我女人开罗门，一见姑娘们女人别镇肉不人要过，只过年成落脸上把人一波五姑呀，真是三冬姑谢脸别姑娘啊，谢谢你穷苦路上你找媳妇哎。别争须把须中门，我女养生大将，我须女兄回来就拉姊妹肉不人须带女兄分，听众女兄听过呢辅导学生
一个老生没日没日把这个黑能力怎么晓得带公爵这个而为公爵啊，等给你贴这个赐予之哪个日高哥哥给你半夜带女兄的公公是那个政府只拿老高兵打给你烈士民工了日高哥头车给中国自己拿去政府哥哥只拿老高吧可你这夜半的手气不说的最后老哥啊你可能找出次次跟女兄找点最后哥都年轻一次也没这真要给偷偷一次手下的日本人的普法的嘎生写上百张的五十张的好生生写影给带百元的哥说的改变的银行目过给你贴我买的一个劳动补习的哦五个有叫有叫过给你贴手过给你贴给女兄的该起日子该手拿开工资拿开工资这个局长现在该准备之难我无工资啊我服下的该日子不怕我一接记手去希望你拿致命的等我把一个人我带不登手老的外边无无事给你说给人稀罕你拿开工资写出一个黑包袱等你女兄找所以才能提出的某种朋友拿开工资呢做去一些走步该有腹肌走起一步空气锁我就能够给无所一些有个地方呢女兄找不等叫手不劳动我们就腹虚了去给可以那个空气锁插了去有一枚脱了给人口生的就能够高强高无辜给做脸是基本二路呢啊腹外肉的人物血水我就能够给无所一些听众多做楼锁而你该不给空气锁呢假如多做楼锁也在楼局的人家还是个楼锁的主事呢就是我女人听众们